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熊 V 泰国，我是黑熊。黑熊明天要去打莫德纳疫苗了。先前呢，总共打了5剂，包含国药跟3剂的 BNT Pfizer。那明天要去打第6剂疫苗，莫德纳疫苗。这次测抗体呢，我觉得别具意义，因为上次有测这个综合抗体，想说过了这3个多月，防护力下降了多少。顺便聊一下目前泰国疫情的状况。那黑熊担心塞车，所以我这次会搭摩托车出去，就跟黑熊一边欣赏一下曼谷的街景，一起测抗体吧。OK，Let's go。这是一个检测中心。然后呢，这里呢是美国大使的住所。你看有没有大豪宅？真豪宅。经过 Central Embassy， 然后这里以前是英国大使馆，但现在卖掉了，卖给 Central 了。哦，最近有渐渐的展览哦，这里过来搞菜。OK， 我们看。好了，黑熊到了，准备先去报到一下。这边是11楼，来这边注册之后，但会要你的护照嘛，再确认一下你先前打疫苗的一个记录。那黑熊一样是做 Spike IgG 还有综合抗体的测试，所以总共是3000泰铢。检测结果明天就会出来，然后医师也会打电话给你咨询服务一下。Yeah, thank you. 好了，注册结束了，接下来就要等付钱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看见泰国做专题真的是花金钱又花时间，然后还要献血。现在大家好像已经不太在乎得病的问题了，特别是在泰国，因为这真的是跟感冒很像。现在每天的病例啊，也是6、7天这样子，可以很明显感受得出来，泰国就是像恢复一般生活这样子的。入境管制也解除了，大家一般人的生活也正常了。真的得了 COVID 呢，你就自己自我居家隔离，除非是重症才会到医院去。然后拿到文件了，所以我要去 A 点这个地方。瓦迪卡，瓦迪卡，瓦迪卡。好，所以刚看到费用是3000泰铢 ，package 套装的费用是2400，然后诊疗费是600。难怪说他跟我说明天这个医师会打电话来跟我说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那我想应该是那个600泰铢吧。一般在泰国做 IgG 抗体测试大概是1000到1500泰铢。黑熊这次再多做综合抗体测试来检测防护力，整个套装加起来2400应该是差不多啦，就是这个行情之内。那这边环境还不错。那至于说快筛呢，我们也买了一堆放在公司，因为有时候你要去拜访客户啊，参加一些活动之类的，或者是去外拍，我们都会先把快筛做好，结果给他看，让对方能够安心这样子。最近黑熊看到说，哎，台湾好像有快筛价格很高的问题。其实泰国一开始去年7、8月的时候吧，也是一样，那时候快筛也不太够，所以价格也蛮高的，大概2、300泰铢吧。当时泰国的卫生部啊，他们就有核准国外进口的快筛可以进来20多家，其中还有包含2家台湾的吧。进口这次莫德纳疫苗的 GPO， 就是泰国的一个政府单位，他们自己啊也去，我觉得应该代工制造吧，就是要稳定这个快筛的价格，所以现在泰国快筛这么便宜。可能有人会说，快筛这么便宜会不会有问题？因为有这个市场嘛，所以大家做这个价格量就降下来。所以重点是有没有通过标准。那现在休息的差不多，黑熊就往下2个检验所前进，走。OK， 拜累，龙门通不离那个。我们来到布拉夏帕松十字路口，可以说是曼谷最有名的十字路口吧。这边就是空桶，这个地方有很多电子产品，像手机啊，如果失窃在这边应该都会找到。
到第二个检验的地方了，有点远，大概坐摩托车也快半个小时了。在这个地方检验的原价是1200泰铢，买券的话是1000泰铢，挂号完毕等通知就可以进去抽血了。黑熊当时选这家医院的原因是因为在泰国刚开始有这个 IgG 抗体测试的时候，黑熊有介绍过有不同的单位，有 AU 啊、IU 啊，还有 U。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来这家做，单位是 AU。黑熊想说，我打完了之后呢，可以跟其他有做过的人做比较，然后稍后要去的地方，另外一家检验所它是做 U。其实一点都不痛，戏剧效果。我准备叫车去下个点。OK， 卡，走开，到了，最后一间，这是今天最后一个检验地了。今天总共要抽四管血，然后这边是最后一管，然后在这边测试呢，他得到的测验单位是 U。好，今天最后的测验结束了，检查的费用是900泰铢，结果会寄到 email。那我们这边就做一个结尾，为什么要测抗体，然后又打这么多疫苗？其实会打疫苗这个件事情，只是单纯说刚好有预约到，有碰到有机会就打。打疫苗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身上有抗体。所以当每次黑熊看到媒体是这么报道的，有人打了三剂的疫苗也得病，但是你各位有没有想过说，他打完了三剂疫苗，他就已经身上有没有产生抗体？这些抗体有没有发生作用？其实大家很容易把一件事情都过于简化，大家很容易因为这个字面上说。哦，打了三剂也被感染了，所以打三剂疫苗就没有用，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我真的会觉得很奇妙。可能黑熊是理工科的吧，所以要搞清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所以黑熊这是亲身就做了实验，做综合抗体测试嘛。因为有观众跟我们讲说，黑熊你测 IgG 是没有用的，综合抗体才知道对病毒的防护力。反正总之我能做也做了，然后数据观察也都有了。之后呢，黑熊会整理一下，变成一篇文章，然后跟大家分享。算很长吧，这个专利从去年年中一直到现在，打疫苗。一个测抗体的专题，一个亲身实际的分享。这一集黑熊 V 泰国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次见。然后也祝黑熊明天打完莫德纳不要有很严重副作用，拜拜。